有关那个清风的事情，就是不知道哦。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必。露露遭清风推追，手露面四字回应。露主持金曲时高唱蘑菇浓汤，踩到清风地雷。这首歌是和清风闹翻的前经纪人林伟哲公司所创作的儿歌。清风还抵制骂独孤，后来推追露露 IG， 经露露出席正港分局影集启动记者会，有备而来。连串这件大家也可以猜一个成语，这是一个成语，来，请大家猜。好，这件是 LV 的鸡，黄色小鸭。鸡不择食，不是，它是鸭子。鸭。然后往谐音的方向想，跟我的影集有关。压力山大，哑口无言。嗯，你这个答案很棒。鸭子，嘿，这个可以有答案。鸭没得。你要想，他就是因为这件马鞋长不一般，然后呢，然后是一件可爱洋装，然后淑芬赚钱了，所以是大可不必。跟我的那个影集有关，就是当中有一些谐音的成语，要恭喜阿斌哦！恭喜阿斌！是充满挑战的。那女方呢？女方，对他来说是充满挑战的。是结婚后跟戏里少年懂的形象有没有反差？少年懂，我感觉结婚了无相差，没差，那没差，没差。你像说结婚换婚没有更容易耶？对，没有更容易。对啊，哪里最困难？哪里最困难呢？遇到对的人最困难。哦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哑口无言，就是有关那个清风的事情，就是不知道哦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可不必。